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富兰克林呢要叫他的护送队伍还有保镖。我先叫我的私人司机开过来。OK， 他们到了，我们就先上车一下。这次会由我的私人司机来开车，然后我的保镖坐后面的水户的车子。好，我先标一下地图啊。好吧 ，Let's go。我可以要求他开快一点或者开慢一点。可以看到水户跟在后面。哎呦，那帮忙，碰到别人的车啊！开慢一点啊！这又没有红灯，在停什么车啊？你要撞到人家了啦！哦，你要绕道，早说嘛！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对，这个别墅呢会在这个山上，但也不算很高。今天还有支线任务啊，用你的，别开。哇、哦，你在甩尾哦，厉害哦！看下第一人称，帅气的私人司机。看下后面，水户警车居然还没有开过来啊！不、哦、安全驾驶啊！哎、欸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在前面啊、喔，看到一个斜坡，上了斜坡，哎、欸，有头鹿啊，小心啊！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在这个门口，先开这台海神上去。可以看到门口两个人，然后你看这个门，它是这样打开的、欸。哇，这个门放在这里面，夜晚开这个路要小心点，不要掉下去了。那我们这上山呢，是从这边开始。哎、欸，那我们这个车库呢很大，等一下有位置可以给我停吗？看一下，左边还有三台车，有，旁边有一个车位。哇，我可以看到这边好多车子，蝙蝠侠的车子。尤其走在这个红色地毯啊，觉得就是很爽。这边有跳台魔堡，也有电梯可以上去。先跟我的来宾打个招呼啊。在这边休闲的聊天。蓝色的水，还有 bodyguard， 然后前面是我的停机坪，直升机的。上去看一下好了。
这边有个警卫，然后旁边有两台直升机，还有一台九头蛇。这边是机场跑道，运送货物啊，走私都是从这边开始。整栋建筑物还蛮有设计感的。先带大家进去看一下里面的样式。哎，我上来了，按一下第一层。它的玻璃有遮阳的效果。来看一下这个金库，超多黄金的。哦，这个是洗钱的机器，烘干的吧。然后这边是我逃生用的小型直升机。这边还有个小型花园，夏天可以这边泡澡。然后这里还有，等一下这个天气不太好，我来调一下，这样才对嘛，这样比较亮一点了。小型的健身房，那进去看一下，这应该通到楼下的吧？对耶，楼下的，通往楼下的电梯，我们再坐上去。超休闲的躺椅啊，没有撞球桌。啊，为什么这棵树旁边有两个瓶子啊？要种花吗？还是种什么？这是整张洛森都的地图。立了躺椅。望远镜可以看到远方的山，还有圣诞树，还有堆满钞票的桌子。这个时钟也太大了吧！地上还有火神机枪。我先带大家去看那个我的卧室，卧室需要爬上去的。卧室其实不大，一张双人床，一台电视。等一下，突然发现他这里没有厕所，我看一下楼下有没有厕所。这也不是啊，你问他厕所在哪里啊？该不会没有厕所吧？对啊，这里也没有啊。怪怪。真的没有，啊？
我们来实际来试飞一下那个跑道，可不可行啊？啊，准备起飞了。哎哎，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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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哦哦，差点掉下去了。飞，偷轮子。OK， 我们来实际测一下晚上的样子哦，其实还蛮惬意的哦。小心灯光。可以看到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灯好像是快坏掉吧，对不对？我去看一下里面的装饰，晚上的内饰长这样子。哎呀，那是圣诞树发光的耶！还有机场跑道也是亮的，来看一下下雨会怎么样。博主挡不了下雨啊，雨水就直接飞进来了。把时间换成白天，我来试一下这玻璃啊，玻璃居然不会破哎，但子弹会可以贯穿。OK， 我们这个别墅介绍到这边，等一下我不能射它啊。OK， 我们的别墅介绍到这边啊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好不好？帮我多多分享，还没订阅的赶快订阅我频道，下次再见。